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游戏是宝可梦剑盾哦。那我在那个逆鳞湖的附近遇到拉普拉斯了，这是第二次遇到。上次我不知道有没有拍起来，应该是没有。然后现在天气是那个太阳吗？哦，那就抓起来，是我收才慢慢抓。我失败好几次啊，才成功一次又独挡了。直接丢星星球，啊，没办法打哦，打一下他就死了。这边也没有血点，但抓到了。我开台比较容易抓，是不是？我自己私底下是失败很多次呢。哦，那就差不多这样吧。还是要开一下图鉴啊。哇，拉普拉斯编号多少？看一下图鉴哦。我查一下，拉普拉斯编号。他要加热图鉴吗？加热。哎，热怎么打？加热。图鉴。查不到呵呵，等一下我找一下。啊，我家就打错字了。普拉斯131吗？还是那个是全国图鉴，好像要花很久哎。现在找图鉴不太方便，哦，那是全国图鉴。加热，还是剑盾图鉴啊？哦，361，在图鉴不太好找，361，太多只了，拉普拉斯，然后分布的话，这要怎么看啊？列表。哦，不太熟，我研究一下。诶，那分布居然没有。哦，不管了，我抓到啊！如果没有遇到的话，其实也可以找那个集聚团体战啊，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嘛。OK， 那就先这样了。